据媒体报道，林志颖28日在北京举办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《我的骄傲》启动记者会，暌违12年发片，他心情相当忐忑紧张。爱妻陈若仪今夜难得带着双胞胎儿子 Justin 和 Kason 现身力挺，兄弟俩为爸爸首次搭飞机。当初林志颖决定让大儿子 Kimi 在6岁后就不曝光，回归正常生活。果然，昨天他以要上学为由缺席记者会，父爱如山，说到做到。为了孩子童年的快乐成长，林志颖可以说用心良苦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